今天还是来到了熟悉的 Costco， 除了日常买的东西以外，我这次还买了午餐肉。肉，煎午餐肉简直是太好吃了。还有最近因为早餐都用蛋白粉替代，吃的比较快，刚好看到在打折，赶紧又买了一盒。回家的路上看到群飞的鸟，好神奇呀！嘿嘿，晚上是小宋大显身手，羊肉汤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冯腾腾，演员吴宇峰，我们是西昌姐。我想到大一点的喜剧舞台。羊肉汤吃差不多以后，我们还来了一顿火锅。大姐这几天出门刚好能路过新泽西来见一面，真的好不容易见到一次，好开心呐、啊！为什么我每次笑声都这么奇怪呀？因为现在住的地方空调暖气系统不太好，我和室友一起买了窗帘，希望装上去了可以隔点风。其实买的时候知道长度不太合适，但又不想再纠结找其他的，我就直接下了单，准备把长出来的部分剪掉。每次用缝纫机的时候都要仔细看一遍说明书，每次都是从零开始。晚上是小宋做的春川鸡加小香肠。
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想出去跑一下步。下周就是感恩节了，我们感恩节 vlog 再见吧。